台湾流行音乐产生之后最成功的，当然就是首推汪春峰。我老爸伊要创作的三条歌就是《亲妈》《烧酒》《夜来香》。当初参与这个故居的这个保存的契机，那我也鼓励老师说，对，我们应该把它标下来。我老爸迄阵啊，伊在世的时候就讲过，文化的物件吼都要保留，你若敲掉就无去啊。